FM Pop Music School 有三个所谓的老板，一位是我本身林奇煜，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写过很多歌、制作过很多歌手的黄韵仁，还有多一位更红了，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写词人，叫做刘航。哎，感冒给个面子，Yes。 那像我想邀请小安上来说几句话，因为小安本身他不喜欢唱歌，而不是说不会唱歌，他不喜欢唱歌，他比较喜欢诗歌朗诵，所以邀请小安上台诗歌朗诵，就在这里，请去前面吧。大家晚上好 ，Good evening everybody。我尽量说两个语言啊，try to speak in both languages。我是小韩，我是一个写词人，小韩，lyricist。OK， 今天为什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写词人。那写词人其实在音乐的领域里面其实是非常渺小的，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渺小。
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大班很好很好的朋友跟我一起作曲，一起的就是制作一些歌曲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帮我们演唱出来这样子。那对我来而言呢，我自己本身从来就没有受过这些什么声乐训练，还是什么编曲，还是什么写曲的写词的训练。但我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从跟着 Eric 还有 Jim 这两位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呢，一起设立了这间学校，叫齐天音乐学校 FM Pop Music School。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就是前面有一些小小的本子，看到好像武林秘籍这样子，可以拿起来看一下。那我觉得说这是我们的一个音乐梦想，就是把好的音乐传送出去，把好的一些题材跟好的一些教材传送出去，希望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从中受惠这样子。 OK OK in EnglishBasically, I'm a lyricist, so basically, whatever I do in the music industry is actually very small. But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My friends help me write melodies, help me with arrangements, and together we make a lot of fun music. And in my times, we didn't really have this kind of schools, music schools around to teach me how to do all that. So all I could do was write lyrics. I hope that, I had wished that there were some, but there weren't any. So right now, in front of the...along the aisle, the first seats, there are some brochures.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courses in our school, you can actually just pick up the brochures and take a look. We are located in a very central location. We are located just opposite the National Library at Victoria Street, which is very near this place, okay? 我们的学校就在位于那个国家图书馆的对面，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黑色的建筑物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就是可以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fmpopmusicschool.com.sg， 那是我们的网站。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 email 到 admin@fmmusic.com.sg。事不宜迟，我相信大家不是来这里看我讲话、听我说话的，所以我就接着下来把我这个麦克风交给一下要唱歌的后面这位帅哥伟全。然后我要说的是，今天其实唱歌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这里登台唱歌这样子。虽然七月已经过了，但是对，希望大家给他们多一点掌声。那伟全是我们的小老师之一，他是非常帅，所以就是为了让他感觉更加的美好，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好，现在再来一首，压力很大，再来一首林宥嘉的歌曲想自由。
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这时的怀里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个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Hello， 我是菊豆花，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是《接受》。我是欣，现在我要带来歌是《无底洞》。好，一首《无底洞》，一首《接受》。《无底洞》是王玉茹的创作，还有小韩。《接受》呢是我的创作。有特别大的压力？不会，不要压力。我一更大压力。Thank you.
那我们请学校的一位学生上来唱歌，他带来一首 Say What You Want。 好，石华。嗨，我是石华，想带来这一首林范的一首歌，英语版的重伤 Say What You Want。
谢谢，不熟，谁我一样。嗨，大家好，我是彩玲，接下来为你们带来的是一首苏打绿的《无眠》。做的我们怎么样弹都格格不入啊，因为这个是个情侣的事情，就只有他能够帮他弹，
这样子。啊，接下来就情侣吗？不是，开玩笑。刚才我说过嘛 ，FM Pop Music School 除了有教唱歌各方面以外，有教创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要带来这首歌曲，你也是 FM Pop Music School 的学生佩玲，这位高高戴眼镜、斯斯文文的啊、一表人才的佩玲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什么？是个错。真的吗？是个错吗 ？Yes。不可能，因为你飞越时空拿到亚军嘛，对不对？对。这首歌曲创作比赛拿亚军的，佩玲，你是不是很多朋友有下来啊？稍等一下啊、好，这首歌曲本来呢的编曲是一个 dance music 舞曲，然后今天不可能可以表演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acoustic band 的东西。那前面呢是很有 feel 的，就是由 Brander 唱啊、前面啊、你这样讲，我这样我唱没有 feel 不是死？对，你会死。是，天天会把你砸死。遇见你是个错，哦，是个错，哦，谁的错？哦，我只想错错错错 ，no， 哦，是个错，哦，我的错，哦，耶。错都不管，因为我已着了魔，灯光不能继续迷惑，等待不住那时刻下我迷人，就是那迷人让我沉醉一人。哦，是的错，哦，是的错，哦，我只想错错错错 ，no， 哦，是的错，哦，我的错，哦，耶耶耶耶。How's this version? 哎，你不是说你有歌迷有来吗？对不对？你有歌迷有来啊？哦，几个小朋友。哦，这个歌曲本来是很大气的，那变成这样子的东西。哎，台上来了 Tristan。哎，大家好，我是左撇子。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带来一个非常很会写歌的一个人的创作。要介绍这样我不好意思讲了、很厉害的一位创作人。好，这首歌其实是我之前不久前写的，然后已经卖了给李佳薇，他还没有发片，
所以这里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类似 demo 版的啊，由 Tristan 来主唱。来，这首歌还是叫分隔线吗？分隔线，好。分隔线，然后之前哦，我们学生佩林的创作，接下来又是听另外一位学生的创作，他的名字叫 Peer， 然后现在人在英国，今天呢由我们的 Shane 来帮他主唱，自我介绍一下，你身高多少？176，你比我高，不是我故意的，真的是比我高，讨厌。
好，这首歌曲叫做 Modulation 126，是吗？不是吧，应该。啊，那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希望你会懂。老师说这是我们这个 set 的最后一首歌了，那这个是 second set， 我们还要多一个 set， 所以待会儿见咯，拜拜。